一直在支持我们做云林良品的幕后推手，云林县长的大家长，美丽又善良的我们的张县长来到现场。谢谢。云林县长张立善三度来到东森购物，化身购物专家，大力推销在地猪肉、梅花肉片呐，哈，五花肉片哈，啊，用煎的、用卤的、用烤的都也可以的哈。啊，当中有一个小法师哈，小法师也一样哈，无论你要煎炒煮炸哈，都可以的哈。赞同。猪肉上的部分，或者是其他牛腱、其他的部位的，今天的产品的部分都会比较是很有咬劲的哈啊，所以不管是用煎的方式哦，你吃起来都会有类似像牛肉的那些口感会出来。战斧猪排在锅里煎到表面焦香，口感刚刚好。来自云林快乐猪，从小吃优格、听音乐长大，豢养产销履历一条龙，低温直送，消费者吃得安心。透过东森哈实地的一个参访啊，了解到我们今天所推荐的云林良品猪肉哈，是最优质的猪肉哦，包括从每一条猪只啊，它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有独特的配方，那尤其是完全没有任何荷尔蒙哈，那甚至呢抗生素到后期也完全不打了哈，只要用手机扫描就能看到猪肉来源。东森购物董事长王丽玲更加码回馈50%东森币，引起热烈抢购。第一次来的时候啊，整个的这个消费量非常高哈，我们就非常有信心，所以我们希望再有第二次来。那第二次来，我们又卖我们的茂谷柑哈，那这个销售量也很棒。那东森是一个最好的通路，甚至可以让全国各地，包括全世界哈啊，观看东森购物台的哈，都可以哈买到最棒的这个啊非常好的这些食品。东森农场与各地方县市首长合作，推广台湾农产品，从产地直送，宅配到府，层层把关，每回销售都有好成绩，不止帮助农民拼内销，力挺台湾在地小农，也让消费者能品尝到在地美味。记者邱小倩、谢胜凡采访报道。